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由英国杂志 Imagine 联合 Adobe Behance Interest 评选出的2016亚洲最时尚面孔日前榜单揭晓，不少火红明星都榜上有名，但也总有一些遗珠，而金马影帝刘烨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为了表达没入榜的怨气，还搞笑在新闻底下留言，切，笑翻众人。2016亚洲最时尚面孔男生部分由韩星李启光夺冠， GOT7 王嘉尔、 XO 灿烈分别拿下二三名，至于华人男星王大陆、陈伟霆、胡歌也纷纷入围。名单一公开，引发各家粉丝热烈讨论。而有着忧郁外表气质的刘烨，其实个性相当幽默，反差萌，吸粉无数，被不少人视为男神。但这次他却没在榜上，让粉丝也为他感到可惜。而刘烨竟在微博看到相关新闻，见自己没入榜，也作势不屑的留言一声切，引来众粉丝回复火灼社长一枚，以为看到高仿号，安慰他是最时尚的网红，还笑称要他好好培养儿子诺伊，以后帮他争回来，意外成为另一讨论亮点。